小心，咱来放镜头喂。哎，是咧开开咧，哎，你叫我开啊，喂。喂，我明明就是掰卡的啊，我不是。我上来放镜头。是啊，放镜头来。要紧嘛，是这不是中哥爱的吗？你那镜头有音无？这是你讲的。你那镜头有音无？我上来放镜头。这是我刚在旁边。啊。我生得飞啊！你赢。哇！哇！哈哈哈哈哈！他站起来了。哇！你要怎样站起来啊？我要回。别生站起来喽！站起来哟！那个苏阳，你的星光，你刚才你都什么时候唱？外面比较少唱。外面比较少唱。作秀场合也很少唱，也比较少唱。但是心情郁闷的时候，我就少些少唱。可是要唱这首歌的人很不容易耶，要自认为自己很会唱才有办法。我敢唱的原因，是我不该输的感觉。哦，所以这个时阵，我特别给你一句话啦，喂，好气，好气，是安尼吗？是哦，是哦。这样反而很好看，你有看到画面，你就不会这样，就看不到你，不会这样，是吧？这样蹲这样又好看，哦哦，怎么那么帅？这样像你蹲蹲蹲，哎，自己知道。哇哇，又帅，有没有？哎，这样你蹲，哎哎，哎哎，哟，就是你的，哇，你都抓住人啦，对不对？哦。哦，阿你个烟斗架，嘿，我爱吃我爱吃。困着吃啊？对啊，好听啊。哎，这样。沈歌洗手，然后他只洗这一支，为什么？好，开大力是这一手，右手，右手。他这支掏出来只是用这样掏出来。这可以剪吗？OK， 好简单。洪江老师只洗这三只手，没有两只，十个手指头就一定要洗干净。为什么？因为整个浮出来。因为那是疝气。幕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